美女都是可以装出来的，有的女生啊，处在那儿，就算不露脸，你也感觉她是个美女。但有的人全副武装，你也觉得她是个普通人。其实吧，氛围感远大于五官。作为一个身边有无数美女的博主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们讲，想要营造美女氛围感，除了妆容上好之外，发型是最为重要的。发型 hold 住了，颜值瞬间上升一个 level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告诉你我的24小时乱发小妙招，就是这两个。美涛空气感一瓶喷雾和雨清小清新盘子座，这次他新出的美涛弄潮儿礼盒，这外观真。是可爱的没话说，我立马就入了。平时我一般卷头发之前都会先抹一点弹力素，减少卷发棒对我头发的损伤，还能卷完之后更蓬松持久。先把头发分成两撮，然后把上面先扎起来，然后取下面一撮，像这样夹着开始卷，停留个5秒左右。然后刚刚的动作就是整个发尾，其他的也是这样。然后用梳子梳开会更加蓬松和自然，最后再拿出空气感定型喷雾，它会定型一下，它是这种无色的，有一种淡淡的迷人花香，喷上轻缓又不黏腻。它还有双瓶植物精粹，有一定的养发效果，控型效果很 nice。我最无处安放的秀发，看我造型根本就不带乱的，更能感美女，放心。想知道更多美女的秘密，就赶紧关注我。